前人晚安。
큰 관심을 다시 깨서 다른 사람 다른 뒤 앞에 다시 깨서 So he what? So he what? 祖先地性你定各国静心你定各国静心听我说法听我说法若若心就将地若若心就将地苏达一向三脉苏达一向三脉一行三脉一行三脉若无一切处若无一切处以不足相以不足相无皮相中无皮相中不生精碍不生精碍也无出相也无出相不念利益不念利益心怀定数心怀定数安含安含点睛安含点睛啊披营点披披营点披著名一响三脉著名一响三脉有无一切处有无一切处行诸者我行诸者我存一直心存一直心不动得鸟不动得鸟真心真心真心净土真心净土出名一行三脉出名一行三脉当然这段吼也是咱三脉合作会议啦吼伫这第十篇的内容当中啦吼啊，这个最后的这个啊，这个副小篇的内容当中一直在交代。啊，不过因为这段话有较轻啦吼，这段话有较轻，啊，所以呢，必须讲伫圣人咧讲的这个话啊，一时间对于哦，伫这个时阵啊，这个啊未来要传承这个的这个土地。未来咧做一个道业，啊，就是讲我一定要离开啊。但是恁各位大家有啥物无了解，因为我无保留啦吼，我尽量啊讲互恁大家了解，像这个意思。但是咱的书，这个佛法，那已经在讲求法吼，所以咱依旧对于老前辈咧甲恁教的时候，这个重点就是安尼讲吼。一个祖先地性，还是咱来做对联啦吼。一个大公的代表啦吼，啊恁就是参照讲，哦咱前人也好啦吼，还是咱的教文书也好啦，啊就简单啦，啊各位前人、各位代表吼，所以这个对有修天者的一个尊称啦吼。啊所以呢，因为拢讲叫做。诸贤地贤，哈、哦，立定各国静心嘛，听我说法说法，哈、哦。你讲，恁今日大家，哦，一定该有一个，那个静心的当中，那个恁把心思搁在，干哪讲的？你今日来到这个所在，你要听我讲这个物件。如果你今日那个留着一个杂心啦，哈、哦。你来听我讲这个物件，可能你的心也是老杂。啊，各国静心，就来讲，你当时不得，你甲师父来讲，你应地听无余说，就差不多这个意思。这个地听就是讲，你用真心无虚，这个你定静心，嘛是讲，你爱用着一个清净无妄想的心，啊来听着我今日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哦，我给你说吧，哦，你先把这个是这个意思。若若心上准备，书达一上三脉啦，哦。不过因为这句话，其实有点像两解释啦，哦。这句话咧，确确实实，啊，要了解这句话内涵。因为什么叫做准备？因为不有分做三种，一种叫做发觉力，一种叫做得种力。那就是一切兄弟，我们正在上兄弟。那这个兄弟，那这个贡献，你告诉第一叫做哪？第一叫做宏观，宏观啦吼。
第二叫做教官，教官啦吼。第三叫中官啦吼，中道天官啦吼，这三官啦。啊，这个三官当中，这个空官是咧讲哪？这个空官就是讲啊，咱这个叫做建树叶，建树叶啦吼，建树吼。电视机啦吼，啊，这个就是一个电刷机啦吼，尘沙吼，啊，这个叫做无形吼，无形机，哇，这个叫三机，三机三观变三机，三机变三机，这是一个关键。那因为伊这个叫做空观，这个人要甲讲起，这个是叫阿罗汉的像，阿罗汉，因为阿罗汉，咱知影叫做修行，因为阿罗叫做修行，所以阿罗汉内底当中呢，因为有叫做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五果，所以伫现代来讲，你进入阿罗汉的初果，一定要靠着我建立。健康，伊健康有比十比强些，但是当中呢，甲伊阿罗汉的果、苏多含、苏多含、苏多烦，这个一定是输液。这个健康就是讲，我用目睭去看到，伊生了，我家己认识；输液就是讲，我以我家己思想上内底当中无清气，思想上内底生气、认识的气出来，这个叫液。啊，所以建立个输液内底当中，这个部分，这叫做哪？这叫做汗，爱靠这建立个输液。啊，你建立个输液，你化了后当中一定爱哪？这建立输液爱化爱有哪？叫做发泄地，波罗斯发泄地。因为发泄地，你到我当建立，你到我当靠着建立个输液，其实。咱是安怎当中要进入阿罗汉，就是头一个等到啥物件，一定要等贪嗔痴。因为咱伫八十八种修内底当中，这是真歹当的物件，尤其咱上歹当的，上歹当的要进入阿罗汉的初果，要进入入十年之余，这个初果，然后贪嗔痴等掉，你第二生的，你第二生。所以咱人都话啦，都话贪嗔痴来看的，唔当人家啦，大错的个。贪嗔痴咧用哪？用戒定慧来化。所以戒就是戒不了贪，定就是断不了伊这个嗔。哦，慧就是看不得了这个痴，因为有痴就有定慧，哦，有痴就有定慧。但是咱若无定，咱的心会嗔恨在里外；咱若无定会改，咱心会贪。所以呢，因为戒定慧里告诉你讲的叫做哪？叫做三贪戒定慧。所以当时你佛告诉你这当中，你若无定会戒定慧，其实你要进入后边这部分讲的。啊，那安尼当中呢，因为透过戒定慧，可能生出了智慧，所以叫做哪？叫做进。啊，这个哦，这个一切地尽，临尽一切地尽，尽一切地，因为你的定位不起来，咱这个空观化了，化了不就完了？哦，所以呢，你要尽它了，一定爱做这个。那因为你到边山，你修炼边山。迄个冰山就是讲真有性味物件，甲你讲起，迄个冰山内底当中，六到上五十年、五十年内底当中，哦，五十年、五十年内底当中，十善，伊阿无接落，十主、十贤、十慧向，这三，那是叫做传教，是叫做全教，是这叫做传教。这样的信道哦，这观道，这广告，
是这个全教菩萨，这个全教菩萨。啊，因这个宽教，你讲，你不讲阿罗汉，伊嘛是阿罗汉；你不讲菩萨，伊嘛是菩萨。所以呢，这个前巧弯卡红边，所以他们就叫做菩萨。但是因为以前阿罗汉，他翻的来这个当中呢，这道点山尘沙。沙的很细微的物件，你观察不到的物件，你观察物件啊，这个来啦，这个来开始，有这个什么物件？这个这里的耳中点，耳中点，道种子，耳中点，这个耳中点一开始就是咧，哦，这哪里个贡献？哦，连佛教上的贡献，哦，这。这个叫做净干上该传，因为解脱的哦，一切理你的净心里面哦哦，你的净发起，你的净一切理一切它接点波罗字的哦，一切五，一切五大三观三念啊三谛，它接点，后来呢？咱讲到有关的内涵，讲富贵因缘，因为咱知影，要进到迄个菩萨的迄个意境内底当中，一定要有咩啦？叫做十，第一就是叫做十信、十住、哦、十信、十住、十慧，这个到十慧哦，到十信内底当中。一开始一点性别的变当中，十足十年十岁，那性别的变当中，这些东西你都告诉来变当中，因为咱看到现象，迄个性刚才讲叫做菩萨，叫做菩萨。那这个菩萨品的变当中，伊叫做就一切中体，这个一切中体，一切种子，一切中体。哦，这个一切真理，一切真理来在当中，以究竟发心的，发心的哈，发心的，哦，所以呢，以空观就是阿罗汉相，以觉观就是菩萨，以这个全教菩萨，觉观就是以一境进入到是那个菩萨到摩诃萨。那个摩诃萨的叫做大菩萨，一些摩诃萨的成分，哦，这叫做发心的，啊，什么叫做发心？发心就是讲进入你家己自己有一个无量的迄个清净的发心，迄个通过家己迄个能量。啊，所以你这句话咧，跟你讲的讲，天魔说法，欲欲成就究竟，伊要跟不成就天究竟，啊，究竟你佛教上面的有不就这些三种，第一种。哦，叫做哪？叫做净，哦，一切谛，哦，法界谛，第一种的二种，德种谛，第二种盖种谛，第三种的一个一切谛，一切种谛，叫做阿心谛，这分这三个赞助。啊，所以咱今日一面达到着迄德种谛的，你应该第二达到一相三昧，甲一行三昧，安尼。啊，什么叫做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哦，这嘛是哎，佛教上，什么叫做三昧？这个物件，一些来讲起来，这就是叫做梵语、梵语啊，印度语的，哦，梵语。啊，这个三昧啊，该说给咱叫我们叫做哪？正定、正等、正受。这个三昧，三昧，你如果那个三昧，三昧，你以三昧你讲解释物件出来无？你若无翻译过中文，啊，伊三昧是讲梵语的意思，跟咱讲起就是讲印度语的意思，那叫做三昧心、三满心嘛，叫做吼，三满心嘛。啊，这个三满心，就是讲。咱解释给咱知影，哦，叫做正定正修。啊，是要怎去正定正修？讲一相，一相三昧，
哦，伊说来讲，你若要证着一切种的，要证着发生着，要建立你的自信。刚才讲起来，你需要着达到一上三万，这个一上就是讲，一就是在讲一切上。你若讲一上银行是这个意思，伊这个一就涵盖了所有的表象，所有的表象跟一切相，单心的相，都有。这个啊，一切相，那是真相。这个怎样？这嘛是真相。这个错嘛是真相。这样怎么讲？我所有看到物件叫做相，包含这八个叫做相。但是一相三昧，你看到凡尘一相的物件，你看到一切物件，你的进入三昧心，就是你的进入正定正心。我伫咧看阿姐安尼讲啦吼，阿姐你毋是啦，啊我认识人啊，比如我看你是，我看蔡经理毋是啊，我看你嘛是，因为我正定正心。进进进进，我看咱大家不是啊，因为这个表象，哦，这个表象，因为咱看的是表象，因为我看到进进进，我看到的是表象的一面。比如讲，咱看到一朵花，这个作水对不对？你也看开水面的花对不对？哦，花就水。但是你若用进进进进来看水花，看这花，迄个就花啊。因为那个花，那个无情说话，无情说话，无情，无情，无情说话。你看到伊无情说话，你一个好，你花那是看到花对你无情，他向你微笑，你有见面见面，你有哪问题啦？这个假，就是这个假，该说就是你有一个动作是偏。因为那偏你的是无情，你的思想对我的当中在那边想，那是他不会真的给问嘛？那他妈的想变掉，爱的困多嘛，爱的偏多嘛，那你思想有问题在变。但是你静定静修这里面哦，你静定静修的是所有看的拢都是变掉的物件。啊不，那东西那说东西那东西贵，说东西那东西，牺牲总是广长舌。三色不会是见法生，那你想那个，其实我因为你们只要你刷电脑看，但透早起当中，我听见潺潺潺潺那个声音，我不是听见这个声，我听见参禅佛陀在讲道，广长舌说佛祖在讲道，佛陀在摆个老听，三色不会是见法生。我一早爬起了，看到山顶所有的树木，迄种是净法心哦，迄种是如来本心哦，迄种是一个清净发心里内底。变来那个，变我看到我即用正定正修的心去看这物件，所看出来物件，拢就是这个发心的，拢就是自信的发心。我今天讲你老不到的地位。定得到相，啊，正字我用时，当相是相一下，正字我很清楚，当相是相一下，是我透过的这个因缘介绍物件，安尼，哦，啊，这个一相三昧，就甲你讲，凡所有相，你要用正定正修的道甲看，安尼对啦，这个一相三昧，那凡所有相。你要用分别心的个法，所有拢分别，那就电脑嘞，那就脑嘞，那就电脑分别，是不是呢？你不能看就是哪，这个是属相，这个是属相，那的属相去个分别嘞，那的属相去个分别嘞，其实这两样不能分别，是人家就听不分别，好。所以一个无情说法，但是呢，今天有
人性叫做有情说法，无情，无情跟无情来对等，你不能意义来贡献那个边界，这个边界，这个讲我才开始这个边，它是不平等啊，哦，啊你们达到很久的，达到用心就比，因为达到这个心就比。要达到一切种子，要达到道种子，已经经过什么物件呢？经过发展着啊，经过阿罗汉，经过天人啊，经过阿罗汉，叫菩萨行呢，啊，来到心地，这个种子造好。所以来讲，用用心地种子，需要心达，你爱达到这一上双脉哦。能够恁来看麦啊，咱这个思想中，咱达到的意见。那我大约我一个人来，那我大约我七个人来，刚起来，好，我太平了，就正好借拿了点了解，那这边想在那边啊，怎么想的嘛？变成出去了我们钱，我们变了我，那不变个怎么样？我们变，现在呢，俺对当个那个高温的身体啊，姐姐，把这个适应啊。他做的动脉，他不会动脉给你用茶，我这边那些，阿你哪会这个有病？阿我不用这种茶，阿些，阿你就是糖尿病，阿吃这个病药的，阿人爱喝来点点嘛，看这个病家的，我都买这个前面不少阿些，大家发现任何人根本的心，根本面对心来讲面对的，对咱的这种的啦，哦，这种的关系。咱用功啊！今天把修理掉，你操这无无来话，我无爱接你这话钱，这个打出地方，连干部都用着这种负面的这心，所以啊，用着三昧心，哪里的地方？那么是非，那么对立，这种，所以呢，一小三昧，一小三昧，就是讲些什么？行住坐，就是一小三昧。无论你咧，你咧困，你咧行，你咧坐，这个叫一，咱知影。你分得，你跟我跟个结婚，你是不识时就一时光，一社会大事一时，无机声中处的去意，万不自欢喜的属于我，是一副作用。这个是一行三昧，一行就是凡所一切行，叫做一行。你听，你各间各间三宝经一行，就是这个道理。凡所的一行，凡所的行住坐卧一切理念，就包括一行。不得东西，你去到这里头下午想去写，一定是到七公里，个人的七公里。一行或者该说叫做一心，一心，一无明心啊！一心变成了心嘛，这心一心变成了一，一叫做一心一无明心。哎，你讲什么？讲七讲九都讲到这来哦，那不跟在讲到还是那种幻觉，那个一听你叫做无心无妄。嗯。讲讲是叫无。无情况，那偏那想，那偏那想。恁今日运动，要运动，恁那想，时间在里跑，时间在里跑。你的运动时间在里跑，你认识多危险？你让我当运动啊，一行三万，你开始运动了后，你的经验不断，你的意见不断，时间到你就落去，到你个，我相信你一世人运动是对的。啊！你那咧运动，就想咧想，啊！再两下，我这习惯，我再不想爱去运动啊！啊！哪里去运动？那叫做生，那叫做一行三昧，那叫做一行得心呐、啊。一行得心呐、啊，行出这波到最主要的心，妄想心呐、啊。那不得失心妄法，行出这波，去到小一下，其实一毫一毫，其实。
凡温主凡行必修于我心中，应负责你说以我去以行，一个人渐变渐行。你不会是真的，我为什么要报？现在拿掉，说不定怎么样？这是说不定报的哦。我们应该不会是真的。现在现在，有些是如来显佛了菩萨，如来显无相菩萨。哦，这些佛陀当时你在本来的当中，你都不讲了，一心一心的一心哦，这个地很上。但是太空别的说法给你办法的，说法别讲啊，我们都来皮影现身，皮影相应，你这个世间越吹小，你这个世间之将啊，是谁好不容易吹得掉了，皮影相应。好，如来现我们诸菩萨，如来现故相诸菩萨，你出去往往一行三百来天当中，你有没有三百千千的出发之点？你用的啦，心业清净啊，意业清净，善法念诸佛。你就是遐话来看，遐款的意业清净我看，遐心业清净我看。哦，你无妄念，你无是非，你无对立，你无妄想。如来现不相诸佛刹，你以为定的来对啦，你无妄想妄为。哦，遐个是现不相诸佛刹。那叫做理想，啊，这理想真理想，理想，理想，理想在讲智慧，理想在讲真理，理想讲真理，理想在讲主想，一人用凡所用嘴讲出来。那不是会用言语得端啊，心灵出现，凡是用言语讲出来的物件都等于啊，这个在哪？这个一点是。所以你那个时阵来对当中，苏佛的话，苏佛的你要他赞叹，哦，很多，你里安尼出现讲法，你要用三业清净，用心业清净的处罚，用意业清净的处罚。用口业清净的草法，造什么说法对法对啊？这是有没有显能度、显无理？他阿弥陀佛三大三宝，这些我们念佛。唔得，伊他站在面后，伊在后边，那个什么？那个清法。那阿弥陀佛修无上正定正观的人，变安住真心的安住东西，伊就讲这个。所以分得了，说得讲，讲现在现在，说得如你所分，如来现我有诸佛刹，如来现不相。现在现在，西天经赞叹，纵使你说得你很方便，如你所说，自己不敢说得，如你所说，如来现我有诸佛刹，如来现不相不菩萨，我们给你，你给人发掉。我今日无讲，我嘛袂使无讲先。你讲出来了后，我若无甲你证明，同你印证一千五百、一千两百五十人，你才去听我人，啊，都唔使伫咧叫我阿叔问讲个对唔对？我讲现在现在，说的如理所说，如来现我如菩萨，如来现不觉诸菩萨，我用三根清净的传出去。那你今天听我？有没有显能度、显无理？他们要得到三大三宝的现，愿有心福，愿有想法，必须。第二，就讲愿比第二，第二比第五来，第二不共的第二共。那这话话，就是要讲讲啊，你爱透透一点。第二如来，就是一行三昧；如来就是一相三昧的出来。但是咱今日，咱修三大昧，我做的，甚至修到要等。那一行三昧，那一行三昧，我后面达到这个意见来讲的，有比这个莫法，莫法这个莫法时期啊，哦，人之外，老贵的不要得意啊，你将来你老，你公司能喜欢这个意见，讲，哦，这是那个跟我们平常听讲，
所以呢，今日那阿弥陀佛，你同我同我一上三万，一上三万，你同我同修就足地，修就足，就咱同我同这讲，发这地，发这地，这一切地，你建树起来的，发这，这阿弥陀佛，我一定来。凡所有上诶，也未使执着、执着、执着嘛未使。所以呢，即讲要对家分就是菩萨的相，菩萨。哦，所以呢，要去念诵啊，去所以念诵就讲，因为伊内底当中也有四维的东西，伊阿会来看。所以呢，即个人话咧好，当中伊进着啦，伊进着道种的道种子，伊已经进着啥物啊？三昧。十足、十行、甲十个业，正三哦。但是伊正个解散，解脱的，用法就是无明的，无明的就是九地、十地，所以见地化成分的无明啊，见成分的地化成了无明，见成分的地。那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那叫做十地菩萨。十地菩萨到第第七。叫做不退不退的地了，地上已经保了什么？所以这个叫做点观，这起的已经达到，你看，见一切相，一切是跟一切相比，就是讲给咱透视一切诸佛界内底一行三昧、一相三昧，一切诸佛界内底当中，伊都给咱一切都给咱了解。那么阿弥陀佛，这个众生心，见到他心的用诸心，用伊个的诸心的做代志。不是这个用的事，这么做代志，所以这点咱得了解。那阿弥这个要心修足地，但一上三万，一上三万，这一定爱达到这一点。但是伊在讲，永无一切处，不组成这么来解释。OK， 这个来解释啦，解释这个意思，用一切处，哦，用一切处，以不住相，哦。无欲相中不生真爱，也不处诸相，不念离业生坏念处，安行安行天经，虚妄相根，处名叫做一相三国者，这段话就是解释这一相。我说明白了，解释了。一个是呢，要有一切处，不足。你伫一切处所内底，无法来比拟个人环境，叫做一切处。那么，我伫做顶下来这环境，我都无自相啊，去到无啊，反正是自相对象。所以，这个一切处就包含着你凡夫、你伫对一个生活，唔是方便做着。那安尼，你无处执着的这个相，无必相中不生真爱之思想。心是万分爱，不是爱别。心精分，那你一切相在内当中，打一人当中，你不是平的了。我看那人的气，还是看那人我特别爱。你就是那我同达观啊，达到境界，达到平等，达到进修。无有偏，这个物件叫做无有偏，无有偏，人不了不得见。啊，你比了比，你修到慧眼的内底当中，你比一切人一人当中，你无进无爱，也无出相，出相，出就是讲发得着力，相就是需要力，好。处在我得到阿相咯，叫做初相。咱拢是初相的文件，咱拢是初相的起心。我若得到，我欢喜到要来；，啊，我若失去，必然呐。当然你嘛袂欢喜了，但是呢，我了话就是你敢会欢喜？当然，我一生袂欢喜。哦，是咱进外口社会，拢为着呐，为着初相，为着初相。我今日要出来，我发个新闻，大陆的新闻，一个台视十三，一个台视，
但是迄个物件，迄、那个一开始十块的，我哩又不买，迄台十块的，那必须要开贵的。伊贵品是一个真贵的价钿，但是贵品伊这个真比作品贵寡，了伊个作品就要赚钱。但是伊需要到尾就是开贵，啊，你要开贵，你真好开贵，心里明白。一日跑要开四只，跑要开三只，诶，一日若开四只，一日三只，你心里明白。唔过有一日咧，感觉因地方的政府来讲，开贵爱低啊税，爱开低啊税。他我讲这个开始啊，这个伊个人特别，一只地方贪话，一只叫低啊税，叫你剥削安尼啦吼，安尼伊袂使，袂使。但是这是一定是家教啊！伊就讲，我以前请一台，感觉我用台家好诶，做穿衣着。安尼讲听意思，安尼意思讲，啊，我着台家台一些碎片面，啊，一只艺术台，啊，欢喜用当面啊，差不多就是艺术安尼。但是即卖你当面诶，迄个你收税迄个，唔可以安尼通过，无通过当面啊，伊就要甲罚钱。这地方四万，好嘛四万，而且那大把四万的人民币，或者你讲啥，四万的人民币，那个五十万里啊，对不对？一头我安了，也贵了，标了红包贵成功，但天气坏了，当天也心没准备，一心不对。哦，太是。千万小心啊，那是地域改变。对啊，张老师讲了。欢迎在心，欢迎在心。上万个，特别家里迄个啊，收税迄个、迄个当中，迄台是大细鱼迄个，迄个地多了。看你工作厉害，一只地表是单单对不对吼？容易被官僚欺负啊，被炸。意思讲，伊这人不管是这人，他要一块头硬的。他那个在那杀到的，我就一年一个月不可以，十，今年到开始十三。嗯。因公安的朋友派我，我有地那是派两个月，伊说你双派两个月去直接搞卫生间，这里要起来那个派出所。为了哪位？出息。出息在哪里？台七十三，那台币吼，那台了，那台币，台了，比那台币更加赚钱吼。那台币现在要越来越往出国吼，那人吼，那人伊那台吼，那加税，那真多好势吼。那真个多好势，那台币台到出大手哦，对不对？按地多吼，你看中国。当然，人类当中只有一个人来对，也许可能因为这业低，这行业低薪，业绩低薪，这个都太低的薪酬，就是安尼太这恐怖。嗯。所以人类最了解当中就是讲，兼爱出现不良利益，先坏就是哦，安行天性，天性。青年们，这两个，因为不化干，不主张没有化干。那按照当中呢，因为利用条件，就是讲，我阿弟很谦虚，好出名的讲个条件，这个应该是在底下吼，因为底下是基的。你讲我讲底下的条件当中，我无规定那两个条件。那安尼当中，这个叫做一小错，以这个就是干大事。由一切处，连诸则我孙一心以不包作了，先进行检讨，出两个品尝。这串就是你讲的这个一小错来的。那隐藏的那个干，就是你讲的，由一切处，连诸则我，怎么出错？那你到底有什么？咱拢早已做菜的这个物件，
写不出作文，同样我真发袂了个同样大作文，因咧本身咧本，因真正真正作善个家庭，因真含真个许多，因真苦甲做作些呢，因真咧滴个变滴个变滴个吼，许个作些，因真咧本咧工程吼。用得比较紧的作者，有时间恁啊，你叫我来了看书，你看评论的说法，他来了，真正是安尼，唔不能讲，恁人就是安尼哦，贵伫你个生活，但是伊若经过你个经济，慢慢产生经济，一直开当中，恁个思想，恁个人生不足，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一直，有时间再来讲。但这工怎么想的呢？应该往这方面，我明白了，做过了，他定了个老汉呢，他看了个老汉定，就完了，我这丢过，别了，我丢过来管理了，我干嘛要丢啊？所以人就是，你公司无的物件，你非得是得让我们做管理，你是干的。但是你比如在课堂当中，你一个熊，我袂来安怎？咱哪能整个思路都？咱过去咧困咧平安时阵，咱过去咧听咧困咧的时阵，哪能平安时阵？咱搞不作业，冇，那无无变到那个菩萨。不过呢，咱虽然咱欲望，你叫做欲望，嗯，叫做欲望。所以咱哪能讲？人心不足，安那抓不住。所以不管是你这心心的，你安住没好势，咱这心安住没好势，温和运作，温和好运，就是控制。那个控制那个没好势的，天主做我那个什么看？过去的是一样，一样。为啥这个样？过去的时阵，咱上班的时阵是伊个样子。过去是做迄个布袋啊，迄个布袋根本也是布袋店。嗯。一领布袋是坐两个人，或者一领布袋是三个人上班。嗯。即个布袋坐出来，坐隔椅啊，你隔椅啊，我隔壁人变来隔椅啊，即个你先离开。即个隔椅啊，坐。